欢迎来到第109集的吴董谈大选，大选看吴董，2020台湾选个好总统。我们今天先欢迎我们的主讲人吴子嘉董事长，以及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主讲人，今天的特别来宾蔡正元委员。请好，阿娟好，这个蔡委员好，是主持人好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是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 OK。今天下节目下的头都昏了，是是，等董事长超辛苦。那网友哦，这两天以来哦，一直在问呐、啊。董事长什么时候要来谈这个陈同佳的案子哦？结果都到今天哦，董事长，我们刚好请了个重量级的这个两岸专家哦，两位重量级的两岸专家哦，一起来谈这个陈同佳的这个案子了哈。不过这个案子呢，这个董事长他算是今天哦，算是有一个法夹弯呐，非常非常大的转弯哦。哎，蔡政府忽然哦要求哦港府说哦，要让我们的人哦到那边哦去逮捕，用逮捕这两个字逮捕陈同佳到案这样子。不，首先这个陈同佳案子里面啊、哦，跟长期民进党所主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哦，叫做户主权啊，对，或者购租款啊，对，那这个是民进党一个长期的主张，而且非常核心的价值。那这个购租款，这个是民进党赖以执政或赖以维持执政的最重要的宝贵工具。是，可是，在陈同佳案子上面呢，我们看到一些矛盾的地方了。是，所以我在第一天在本节目里面，我就呼吁蔡英文要小心处理这个事情。是，因为这跟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冲突了、嗯。因为他们第一天的反应是说不处理嘛，对，啊，不放他人进来嘛。那我觉得司法主权跟国家主权两个，跟司法正义这几件事情，是跟所谓的反中这几个政治跟法律搅在一起了。对，然后我们这个大草包苏贞昌院长就开始用这个动机论，就怀疑中共后面有这个不寻常的阴谋。他讲说这个非是吧，非常理判断，非常理判断。就一个人的这个苏贞昌院长是当年非常有名的职业律师啊，是啊，居然讲出这个话，所以我第一天我对他就很不客气的批评了、啊。那我今天是说我们特别非常这个。荣幸的、恳切的邀请到我们的真正的专家，是就是蔡正元委员。是，因为蔡正元委员在这段时间，他在脸书上也写了很多东西的。是，所以我们也先请蔡委员先把它简单的用你的方式来把这个整个背景能够帮我们用你的角度来做个介绍。我刚刚是用民进党的角度来看的。是，其实这个吴董哦，一开始讲说这个涉及到了购主管，等于是国家主权。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司法主权。对，那如果说你司法主权抛弃了，人家就会怀疑你国家主权有问题。那这个案子其实不是太复杂的案子，是就陈同佳杀人，不管他杀什么人，他杀人的地点是在台湾，是，所以台湾就拥有第一优先的司法管辖权。换句话说，你是第一优先的，除非你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我办不下去，是那才可以有第二优先，就是被害人所在地的司法主权单位来负责管辖，就香港。那现在陈同佳这个案子的特点是说，因为他杀人犯案弃尸第一现场，弃尸的现场通通在台湾，DNA 试证也只有台湾有。对，然后包括我们知道刑案最重要的是说谁最先发现的，对，因为怕你是假案子嘛，或移动过现场嘛，是。那连那个最先报案的人、最先犯案，通通在台湾，是。然后去第一个时间去验尸的法医也是台湾的法医，那所有的基证全部在台湾，所以台湾在国际上讲不出口说我没有办不下去的理由，他找不到，所以变成说这个第一优先，也就是第一个优先责任者，也是你司法主权那是彰显的一个目的，就像前段时间永和分尸案，有没有？是两个美国人杀了一个加拿大人。你不能说不干我的事啊，因为杀了地点、分尸的地点，通通在台湾呐、所以我们台湾大费周章去把那个逃亡到菲律宾的美国人啊，给引渡回来了。那这整个状况其实跟陈同佳事情一样，当时我们这个司法部门也是通知菲律宾警方。拜托去把这个美国人抓来，我们发布全球通缉令，也得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Interpol背书，然后就通知了这个菲律宾警方去抓人，抓到了以后也一样的道理，
就是菲律宾警方把人抓到了，就有台湾飞机上派检警去把他现场把他逮捕一下。就我们国籍的航空公司视同我们领土的延伸。哎，对，在全世界法律都这样子。这个飞机不管你飞到哪里，停在哪里，这个飞机登记在哪一个国家名下，就属于那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嗯，所以我们长荣航空、中华航空或者什么利荣航空，哦，不管是班机、包机，或者是非常态的飞行，哦，专机，只要它到哪里，都是我们主权领土的延伸。嗯哼，啊，所以就是他人把它送到我们的国籍飞机上面，然后我们就现场予以逮捕。所以这个逮捕，不管你是被别人抓了，你投案了，你自首了，不管你只要上了，我们都可以逮捕。嗯，啊，那陈同佳案很简单，今天陈同佳案哦，当然大家会觉得比较不近人情的哈，哦，就怎么搞了？陈同佳杀人犯跑都来不及了，还要自动投案，这不可思议啊！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林克颖有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台湾撞死人了，对，然后绕跑了。绕跑了以后，他不可能回来投案啊。有个伊拉克的台湾女婿杀了岳父母逃了，他也不可能回来投案啊。是，哦，怎么陈同佳要投案？所以民进党政府一开始觉得一点阿公爱阴谋，被自首，被自首，对，他认为他可能被自首，被等等等等，对对对，他忘了一点哈，哦，就说香港的法律啊，在 WEF 啊被评鉴为全世界排名第13名。我们是被评鉴的全世界排名第48名，那中国大陆被评鉴的46名。那有人说，哎呀 ，WEF 一定听中国了啦，哈，不公平。那 WEF 也有评鉴台湾的经济水平。你要解释一下 WEF 啊 ？WEF 是世界经济论坛，叫 World Economic Forum。然后全世界啊，这个 WEF 评鉴台湾的经济水平啊，是全世界排名第13名啊，大陆反而排40-50名啊。那请问你大陆怎么没有拿钱去贿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相信 WEF 的公正性，好，嗯，不能人家评你好的啊，你就说，哎，是很公正；评你不好的说，啊，你就不公正，哦，这是说不通的，嗯。那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司法水平啊，是呢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在这陈同佳案子啊，被怀疑说动机不良，有圈套，不要上当，嗯，就是一开始民进党政府的定调，所以后来才会走偏掉了，才会走偏掉了哈。包括呢，把劝陈同佳投案的一个管浩明牧师，就把他当作中共同路人，一定他帮忙设圈套的。是，大家可能不太搞不清楚哦，管浩明是香港圣公会基督教的第二号人物。嗯，在全世界圣公会基督教里面呢，啊，地位是非常高的。嗯，我们都忘了这一点。然后他以为他是中共请的人，啊，那就错了。圣公会基本上属于基督教嘛，不是，是英国国教。英国国教，英国国教。你看那个，他跟天主教、罗马教廷是，对，他的服装非常像天主教，但是可是他是牧师，他是可以结婚的，是啊，哦。他的最高的领导人，实际上的领导人是伦敦坎伯拉大主教，以前坎伯拉大主教经常当首相的，是。然后坎伯拉大主教政教分离，也就不能再当首相了。然后真正的领袖就是他的在法律上的领袖，跟实质上领袖，法律上领袖是英国女王，谁当是谁是英国的国家元首，就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所以简单讲，管浩明的老板是谁？管浩明的老板就是英国女王，他拿英国女王薪水的。我们简单讲是这样子的。彭任康是不是？彭任康不是，彭任康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两个好像不太，他跟圣公会的关系，他们两个一向处不好，关系处得很糟哈。我们也大概知道一点，当年圣公会脱离天主教是有一点宗教改革、宗教革命的历史，所以本来就留有很多互相难以沟通的地方。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中英签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的默契，就是我英国势力在香港有几个重要的势力，商界的势力、宗教的势力，还有专业人士的势力，这些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你中国要礼聘为全国政协，作为一个沟通的机制，那在中国方面来讲，总是觉得你们这些好。虽然表面上长得像中国人，事实上就是英国人的那个叉叉，对不对？好，那因为香港最大的主教姓邝，哦，所以就是中国全国的政协是根据双方的默契的，然后他是第二号人物，所以就被聘为北京市政协，就是位阶低一点，然后香港圣公会有总共有
四个教区，包括澳门，嗯，所以这个整个四个教区合起来叫教省，就是一个 province 好，一个省。这个教省啊，第一号人物就是这邝大主教，对，然后这个秘书长就是管浩明先生，就是他是一个在宗教界的位阶，位阶很高，你知道，能够当到每这个圣公会的圣公会，全世界有多少人？有一亿人，嗯，信徒有一亿人啊。那当然，主要是在大英殖民地啦，哈，什么马来西亚、英国国教了啊，这英国国教什么新加坡啦等等等，这以他为主，也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会。嗯啊，同时圣公会的这个，我们当然台湾最普遍的是长老教会，是长老教会是苏格兰人创立的，对。然后那在全世界的话，哈，基本上这两个宗教是不冲突的，是很和谐的。是啊，一个在苏格兰，一个在英格兰。嗯，那只是因为来台湾传教的是从苏格兰到加拿大，到马杰是加拿大人嘛，哈，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啊。然后英国基本上比较大英帝国殖民地为主体的。嗯，所以我们对他们会比较陌生啊。台湾的圣公会基督徒也比较少，长老教会比较多，但全世界长老教的教徒可能没有圣公会教徒那么多啊，那么多啊。但是我们今天竟然对一个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第二人采取禁管，我靠，老天爷，这简直是国际笑柄啊！全世界根据国安法，根据国安法，如果说在具有中共政协委员身份的人入境的话，本来就是属于要被管制的啦，是可以入境的哈。应该这么讲哈，这民主持人吴小莉也是政协，成龙也是政协，巩俐也是政协，张忠谋也是政协，张忠谋是政协，也是政协。我讲张艺谋当然是张艺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通通是很多人政协。那这种政协这种东西哈，简单讲，这是个可管可不管，不是可不，他根本没有权利管，这是一个民意顾问，一个沟通的机制。国安可管可不管，有很多去大陆教书的有名的学者也被列为政协，比如说台大以前的有名叫那个孟教授，嗯，哦，也被聘为政协。他自己一说，这个好像要被罚。哦，没有，后来协调过了，我协调了，后来整个就放宽了。哎，当时我在当地有的协调说，这明明就是顾问职嘛。嗯啊，就是顾问者，那很多台商也聘为政协，那的目的是有个管道，台商可以以政协的名义随时去要求政府机关要去拜访你啊，去请教你什么事情啊，哈，是这样一个管道。就政协简单讲，在中国大陆来看的话，就是属于他们的民意代表的一种。不是民意代表，不是，应该是吧？人大代表才是顾问，政府顾问，行政院顾问啊，国策顾问啊，台北市政府顾问啊，就是顾问，人很多就对了。哦，那可多了，所以政协不值钱。所以这个政协，他并不是真正政协的身份来，他是因为他的宗教领袖的，他本来是宗教领袖啊，所以来跟我们内政部。对对，他担任大陆的政协，基本上就是因为宗教领袖的身份，中英沟通管道之一。比如说香港啊，最大的那个所谓的律师协会的总会长也是政协，然后香港什么会计师的头头也是政协，三位头头也是政协，这基本上双方面讲好的，在中英讲好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这些人是我英国的势力，你就排斥我，能够有个管道保持沟通，但是我们却把它当作共匪干部在看待，所以我是觉得。蔡英文的陆委会是不是在后面？不过徐国勇的反应好像也确实是这种味道嘛，哈，他第一次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有可能，然后第二次就拒绝接见了。不是，因为我想蔡英文政府因为两岸的关系啊，他会把这个当作很敏感的方式来处理，他可能认为台湾的老百姓不晓得政协是什么。有段时间也下令禁止台商不可以当政协，等等，好，那我们不管他了，就是这个政策操作。可是你今天英国人当政协，你也把他列为管制，你会不会太搞笑了一点？这个人是英国人，不是，他是英国籍的，没有错，英国籍，他英国籍，他英国籍，是英国籍。知道香港的居民有700多万，有300多万人没有中国国籍，是有相当部分有英国国籍，有加拿大籍的，他是英国国籍，英国籍，当然他不会亮出英国，他当然讲说我香港籍嘛，对不对？哈。英国圣公会的领导大部分都是英国籍，简单讲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他代表着陈同佳来协调投案或自首，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信圣公会从以前的传统以来就会到监狱里面去做教化工作，是教化，然后陈同佳呢就在监狱里面受洗为圣公会的信徒，是正式成为基督徒，然后，
经过的过程里面是后来这个管秘书长就劝他说哈、哦，要跟上帝赎罪，要忏悔。当然基督教那些精神我不懂啦、哦嗯、啊，不懂哈、哦，在你人生才有重新开始，大概有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后来陈同佳竟然同意他要来投案自首，嗯，哦，就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啦哈、哦。那这个这个管牧师就说，那我陪你去。我想在台湾有很多监狱有这种情形，这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啦哈、哦。比如说有些什么那个黑道杀人杀手啊，后来竟然后来自己信教的话投案也变成牧师，哦、对，你看这故事很多吧哈、哦。所以三立电视台常常播出。三立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没什么评论哈、哦。但是我们是把它一开始就设定，这一定有圈套一波。我正在反送中，你搞个人来送台是什么意思啊？是对，大概有这种有这种心态哈、哦，所以就整个走偏。那香港政府是不是有一点确实很尴尬？因为今天陈同佳已经他刑满出狱嘛，对，出狱了。那刑满出狱，现在如果不送到台湾来的话，嗯、他就会一个以一个自由人，对，就是一个分尸案的杀人对嫌犯对。对然后在香港没有办法受到任何制裁，对，在香港啪啪走自由行，嗯，那、啊、这种情况下，对香港的司法、跟香港的治安、跟香港政府的威信，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是香港一个很独特的司法的历史哈、哦，不止他这个案子，有很多在大陆杀人绑架的哈、哦，在香港也啪啪照。我最有名的例子是李嘉诚的大儿子，曾经被大陆人跟香港人合作绑架。要了10亿港币的赎金，而且李嘉诚也付了，结果那个大陆身份的人竟然被大陆用所谓组织犯罪名义给枪毙了，结果呢，合作绑架的香港人到现在还捧着那10亿的港币在过他快乐的人生，在香港啊，是就香港人，香港人啊，所以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一个，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最后一个。那香港的法律是完全从英国人设计的，是啊。基本上1997以后连改都没有改过，嗯哼啊，然后这个香港的法律制度里面呢、啊，就是排除掉中国地区，他们用中国地区的名义，就大陆、香港、台湾，排除掉中国地区，所以陈同佳不能离开香港哦，因为台湾发的通缉令是全球通缉令，而且经过国际刑警组织的核可的，是，所以我们这个通缉令是每个地方都有效，就唯一一个地方没有效，香港没有效，连中国大陆都有效，是。我们先讲这个法理哦，我们下部这个通缉令，因为我们跟大陆签有共打协议，对，那不管大陆是履不履行，大陆也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他就要履行。可是香港当时跟国际刑警组织签约的备忘录里面，就是排除中国地区，是啊、哦，所以有这么一个背景在里面，所以陈同佳就是连离开香港的港口都不行，是，所以他只要登机，任何个地方都可以抓。嗯，那当然，对我们来讲，要我们检警来抓的话，我们要国籍航空，要国籍航空或是国籍轮啊。是，那我们这一节哦，真的非常感谢哦，蔡正元委员非常详细而且清楚的这个背景说明啊。我们下一段呢，再让董事长跟蔡委员呢有更精彩的哦，对于这个话题呢有更精彩、更深入的探讨与对话。等一下，我们让他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马上回来。